糯米饭蒸肉。香辣味，这个饭真的超好吃。
今天吃红墨虾、海鸥虾，这是两种虾，这个是凉拌的大虾仁，韩式辣蟹块和泥螺。现在泥螺，红墨虾，今天准备了糖蒜，
觉得糖蒜更好吃哎。这里面还是挺烫的。
试试一盘海鸥虾、牡丹虾、北极贝、三文鱼、夏夷贝、酱母蟹、鲍鱼刺身，还有海螺切片。先来个牡丹虾，这个虾长是蓝色的。这个是牡丹虾，酱蟹。这个是海螺切片，太大了。北极贝。